真理，幕后基督已显现。我们听见神声音，被提到神的面前。天天吃喝神话语，明白真理看见神。多年盼望已实现，享受天大的福气。神天天说话，供应浇灌，滋润我们干渴的心。神话语的解释和审判，抓住了我们的心。有神话语的带领引导，得以活在神的面前。明白真理真是快乐，全能神配受人爱。神配得荣耀赞美，配受人的爱。